太深呀太深，你让我很受伤，可不可以别烦，可我动作心脏，我努力用心工作，身体又向上，你说好运很快来到我身旁，太深呀太深，别让我再受伤。有了它，以后安装固定再也不用电锤了。它可以装空调内机挂板，装摄像头，装窗帘固定，装水管吊卡，长度30厘米，重量600克，不用气不用电，装上钉子直接安装固定，非常的方便实用。我也不想买啊，可是它真的便宜啊，产品很好，赠品也不错，一个就能满足一个家，真是后悔后悔没有早点买。今天趁着厂家直销，我又多买了两个。家人们，把你家的老式工具通通扔掉，这款全新升级打钉器你还不知道吧？以后在墙上固定东西不用打孔，无论你是装空调、内置挂板，还是装摄像头、窗帘固定，这个东西打水泥墙、打钢槽轻松击穿，而且打木板也不会开裂。用这种打钉器，不用电也不用油，安装好钉子，按压就可以轻松打钉，单手操作威力十足，让你干活轻松又高效。家里没有，抓紧时间备一个，今日下单，厂家直接送货上门。想都不要想，赶紧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呢是补贴给大家，这个是良心推荐，买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好，超长售后，如果你收到之后你不喜欢，随时给你退啊。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，大家如果觉得好，买它。